身边可以听啊。死亡率非常的高，基本上等它干罢了，很多都已经干了，等它掉就是等它干，这个最严重了。嗯，看来还有白白的哦，其实你只要轻轻推掉就干掉了。你看它已经干掉了，像那个鱼鳞这样啊，这代表死哦，它自己会掉。